揭秘它的每一处细节。当然，这款作品其实它的精神是本着让大家能够以最简洁的方法和最直接的条块组成的一件衣服，但是我们普通人穿着有些位置是需要舒适度的，对不对？所以在织的过程当中啊，讲解的过程当中，我也会为大家讲解如果我们普通人穿有些细节哪里可以做出调整。好，首先来说起针啊，起针实际上我们是从这儿底边这儿起的针啊，也就是说我们先织的左右前片，那么每一个前片起多少针呢？加起来才起了40针啊，整个前片的部分啊我们只起了40针啊。织一条围巾，看这条围巾的花纹排列是怎样的呢？同学们准备截图，看到了吗？实际上我们就完全按照这个图解的方式来织的啊，从头到尾完全按照它来就行。每个小黑点是一个小球球啊，在一针的范围之内啊，一下子加出5针来，然后往返只织这5针，先想织6行以后，然后给它收成1针，理解了吗？好，这40针我们按照花纹往返一直向上织啊，你看。一直向上织，实际上是有窍门的。注意看边沿啊，我们的所有边沿不要织啊，第一针不要织，给它挑下来不织，从第二针开始。注意它的方向，如果方向我们搞正确了的话，你看，每个边沿都会有这样的小麦穗，非常整齐。你看，包括另外一侧也是非常整齐的。理解了吗？啊，也就是把第一针挑下来不织，从第二针开始，注意你的方向啊。好。40针，我们往返就向上织这个片儿吧。一共织多长呢？总的高度，当我们达到60厘米之后，注意，达到60厘米之后，我们要将40针一次性的给它减至20针。看到了吗？啊，在这儿还40呢，到这儿呢是20针，啊，也就是每两针合一起啊。剪完之后，那你还剩多少？还剩20针呗。好，我们将这20针留在针套上。如果你们有多余的织针，你可以给它穿在不同颜色的毛线上啊，等待着下一步的环节。理解了吗？好，用这个方法，我们一共给它完成两个这样的长方形条啊，60厘米的条都一样，都是织60厘米以后，在两侧啊，注意啊。啊，给它将40针给它减至20针，然后给它留针，理解了吗？好，两个片片都完成之后，我们将进行后背片的编织啊，整个后背片就更容易了啊。同学们看，后背片的部分，我们整个片状一共看，也是从下起了针向上往返编织而成的啊。我们一共看。由于花纹特点，它会形成一个迷人的波浪边效果啊！我们拿镜头离得近近的看它有多漂亮啊！看，是这样的效果，仔细看啊！只有我们起针的时候啊，给它起一个简单的边儿，才会形成这样的一个效果。注意看到了吗？啊，非常非常的简单啊！好。给大家演示一下啊，要怎样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波浪边呢？首先我们在起针的时候啊，注意一定要注意你拿线的力度，不要太使劲啊，看右手啊，左手拿着针和线，右手这样一下下往上绕就好了，理解了吗？啊，不要使劲拉扯长线啊，要让你的针套保持一个非常适中的状态，每个针套间的距离是相等的，这样才能够使得你的底边又充满弹性，又会出现迷人的波浪效果，同时在织第一行的时候还会非常非常的轻松啊。如果你要拉紧的话，第一行不好织。你看我起的还可以，但是这一针啊稍微有点松了，看出来了吗？大家起的时候要让所有的针套你看保持一致就好，理解了吗？好，那么整个后背片我们用这个方法一共起66针啊，看从这头到另外一边一共起66针了，然后就往返向上织这个花纹，
这个花纹叫什么呢？叫方格凤尾针。同学们准备截图，看凤尾针变化无穷啊，它能够形成各种各样的效果，但是万变不离其宗的就是它全都是由镂空的空夹针和减针组成的啊，其实并不复杂，你看整体效果却非常非常的与众不同，对不对？好，这66针我们按照这个花纹啊，往返往返，一直向上织，一直向上织，一直向上织啊，织到哪里呢？织到这个位置，高度是多少呢？35厘米。看啊，从起针位置算起到腋下位置啊，我们一共织了35厘米。达到35厘米之后，我们要怎样呢？我们要将它的66针的左右两侧进行规律的腋下减针，跟普通的衣服是一样的啊。首先，左右的腋下我们要给它各减3针，一次性减的这3针啊，注意减的时候不要使劲拉紧线，要线套松松的，确保这个位置充满弹性。理解了吗？好，然后我们要怎样？在剪完之后，你依然要在整个啊后背片的左右两侧剪针，但是舒缓了，我们要每2行剪一针，一共剪4次。换句话说，就是隔一行剪一针，隔一行剪一针，这边也是啊，隔一行剪针，剪4次。问题来了，整个后背片66针，我们通过这样的方式剪了针之后，总的针数还剩下多少呢？52针。对不对？好，我们将剩下的52针不再做增减了，继续往返向上编织。当总高度达到18厘米的时候，注意我这18厘米是从哪算？从你腋下第一次剪3针的位置算起，明白了吗？啊，这个高度啊，而不是都剪完了以后再向上织18，要那样的话你的就高了啊。好，达到18厘米之后，问题来了。我们要干嘛？要给它将剩下的52针做一个位置的分配。首先来说，整个52针，我们要取出18针来作为后脖子的针数，明白了吗？啊，那么还剩下多少啊？52直接同学们一减18，那还剩下34针，对吗？我们将34针各分成左右各17针，理解了吗？好。马上就要到高潮的部分了，同学们看啊，你的前片还记得吗？你织到这儿了，还剩下40针，你给收成20针，对不对啊？给它减至20针了。好嘞，我们就拿一个后片的17针和我们前片你的那个长的围巾的20针，拿它们俩相互织缝。同学们这看到这儿立刻就笑了，对不对？因为我们通常情况下都是相同的针数，前后片相互织缝的，对吗？啊，但是这款很特别，我们必须要用这样的方法啊，否则的话我们的后脖子针数就不够，理解了吗？哎，所以有同学说，那我怎么弄啊？其实很简单啊，你在前后肩头织缝的时候，前边你这个20针不是比它多了3针吗？啊，其他位置你都是正常的啊，正常的在织缝啊，2针和1针，前片出一针，后片出一针，对不对？但是这种情况呢，你就怎样啊？有3个位置，因为你多了3针嘛，有3个位置啊，你要2针出自于你的前边的片，1针的是后片，你要将3针织成1针。注意这个过程万万不可以拉紧长线，要确保你的每一个针套都是松的状态，我指的是右针上的操作针，明白了吗？啊，只有这样你的肩部才会是一个舒适的状态。好，用这个方法，我们要一次性从这头要收到这头，怎么完成？两部分都按固定的我说好的针数连接了前后片之后，我们要怎样？我们要将后脖子这18针给它送收平边，注意是平边啊，就是2针织成1针整针。注意针套依然要松，不要太拉紧长线啊。这18针按着这个方式啊，这样收完，然后又来了后背片17针和前片的20针再相互织缝在一起啊。同学们在完成的时候呢，不要把那个3针合在1针那个位置啊放在2个边沿，不要放这儿，
理解了吗？啊，尽量我们前边都织缝了两三针之后才开始啊，三针合一针那个，然后又织一部分，在正中间又三针合在一起，然后又织一部分，又三针合在一起，然后又织一部分，才完成整个的肩部的17对20的织缝，理解了吗？好。然后我们要怎样？我们这时候已经巧妙的将两片连接在一起了啊，前后都在一块儿了，但是它还不足以像一件衣服，对不对？因为它缺少主要的部分袖子。现在如果你要拿出去穿，当毛背心儿就穿不成，因为它是三个片儿，刚刚在肩头稍稍的连接在一起，对不对？它还不像一件衣服，需要袖子来帮忙。那么我们的袖子部分呢？仔细看啊，整个袖子这一圈儿，我们需要一共给它起36针，看。36针，看，环形着啊，这一圈起好之后，我们给它织成什么呢？拧针的什么呀？双螺纹，它是拧针的啊，跟普通的双螺纹略有不同啊。同学们准备把这张图截下来，所有的反针不变，在织正针的时候，这整行都拧着织，下一行不拧，第三行又拧，如此重复，记住了吗？用这样的方法，我们环形着将36针向上，一共给它织了多少厘米呢？18厘米。看，当我们达到18厘米的高度之后，又给它改织正针，依然是环形织。同时在袖腋处，什么叫袖腋处啊？就是袖口到腋下的这个位置啊。袖腋处我们要给它做加针，怎样加？每10行加一次针，一共加5次。同学们注意啊，这个10行就是隔9行第10行加，这5次很有意思啊。它加的时候并不是直接加1针，而是你把它想象成一个片。我们不是环形织的吗？但是通常情况下啊，片状编织的时候，就是每9行第10行在左右各加一针，这算完成一次加针。然后又向上织9行，左右。啊，到第10行的时候左右再各加一针，如此重复，每次左右各加一针就叫一次。但我们是环形织啊，所以我们要在这个位置啊正中间取1针或者2针作为加针点，在加针点的左右两侧加针。你看这位置多明显啊，它有一个小孔，看到了吗？啊，好，用这样的方式我们加过5次针之后，你的总针数增加了10针才对。高度呢，看啊，你的高度来到了27厘米，如果不到，继续保持原有针数向上织一部分，直到它达到27厘米为止。好，这时候我们要怎样？我们要剪袖子的腋下了。注意啊，整个袖子的腋下的部分，我们要取前后。为什么说前后呢？就是你加针点的前后，各剪3针。实际上，这3针是连着的。和另外3针啊，一共实际上是剪了6针，但你要确保在正中间的位置剪。好，剪完之后呢，我们要怎样？在斜着这个位置啊，我们要每2行剪1针，一共剪12次。也就是说，之前你是环形织，现在你改成往返织，在往返织的起始针的位置、开始和结束的位置，我们要这样剪针啊。剪完针之后，余下的针平收，然后呢？那就是最好玩的环节了啊，完成另外一个袖子。当2个袖子都完成之后，好了，要将你的袖子和正身缝合在一起，明白了吗？啊，这样你看就形成了一件衣服，整个过程就结束了，有意思吧？我连写手卡都没有写特多张啊，就能够完成这件充满创意的衣服。讲到这儿，同学们知道它的所有奥妙了，对不对？现在我们要折回头来，要干嘛呢？要给大家讲一下，如果我们是普通人啊，我们也想织这件衣服，针数上我想做一些调整。好，没问题，而且有些不适合的地方啊，注意看，我先说这儿啊，原款我们在这个位置实际上没有做任何减针，40针的一个长条直接上来了，但是缝合的时候你会发现它这个位置是略有点多了，你看出来了吗？所以啊，大家这个位置可以减针，减的方法跟后片的同一位置是一样的，理解了吗？减完之后可能会出现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什么呢？花纹被破坏了，花纹被破坏了，看到了吗？啊，
因为我们这位置留的针不够，剪完了以后还能够剩下完整花纹，所以这点同学们就要忍痛割爱吧，只能把这一组花纹都省略掉。所以各有利弊啊。但有同学可能会说，哎呀，我们增加针数啊，你只能是换其他的花纹。当然这个花纹要怎样啊，如果我们要织麻花针的话啊，同学们注意，可以你在这儿剪针的时候刚好剪去一个麻花针的总针数，剩下的针是另外两组麻花直接往上走。但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你的麻花针必须宽度要够，并且织麻花针的时候不要使劲拉紧线，在拧针的时候，否则你的宽度啊针数算够了不一定够。为什么？因为有人的习惯不同，会使得麻花针特别不好操作。其实啊，这个位置啊受很严重的影响，所以同学们可以给它改成什么呢？菱形花纹，理解了吗？菱形花纹如果我们安排的话啊，我们只在可以安排三小组菱形针啊，然后腋下剪针的时候剪掉其中的一组，理解了吗？啊，这样也是一个完整的状态。好，有些同学说了，哎呀，那不行，我是一个胖姑娘，我想对她做出很大的调整。好，如果做出很大调整的话，同学们一定要按照比例来。什么叫比例来呀？也就是不是一个简单意义上的说我把这儿唰增加了，这儿也增加了，后边也增加了就行了，而是如果你做了这么大的一个增加的变化，那么你这儿越宽，领子这儿就越不好安排。所以你在最后前片和后片缝合的时候，你的针数还要做调整。原款40针，最后呢减至了20针，跟后片的17针相缝合的。也就是无论你怎样操作，一定要确保这个位置啊要有18针，最少18针。如果我们胖姑娘啊，要有甚至20针的一个啊后脖子的针数，你要给它留出来，剩下的针数呢平均分左右，然后再跟你的前片相互之间啊，按照针数啊计算好来相互缝合，肯定是不等的一个针数的缝合，理解了吗？好，这就是这件衣服简单的设计，只是小小的一片一片一片的啊，我们可以将它组合在一起，形成两种穿着效果。更重要的一点是它真的非常简单，哈哈。好了，这节课就讲到这儿，如果同学们喜欢请点赞，非常感谢各位。